分的创业成功者都是因为发现客户的一个需求，然后发现一群客户的需求，把它去创造出来。聪明是智慧者的天敌，就傻瓜是用嘴讲话，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，智慧的人用心讲话。千万别把自己当聪明，最聪明的人相信别人比你聪明。男人的胸怀是冤枉撑大啊，多一点冤枉，少一点脾气，多一点微笑，你可能会更成功一点。称得上 CEO 一般都要1000名员工以上，你可以称自己 CEO。 所以我们公司，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拿出来就两个伙伴，一个 CEO 一个 CFO，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踏实。好，再见。